对啊，哪里好意思哦？不可以依赖经济，实现有为的成立啊，才行。我困难不希望我赢。我准备参参加考试。我先准备参加考试啊！我感觉无工作起来呢，我感觉无工作。敢无够够考好起来吗？可能掏钱了就直接做完。反正爱趁你无一个心情好。无啦，你都变做掏钱啦，在生意啦，我直接就不能那个，啊。
大还是左边啦、啊？正大。左边那个是。马拉松啊。哦。这两天左边哦。你进来了，你想多少？我进来红绿灯多。对，在红绿灯。可以可以。我要叫这些那些。哦。啊，平常时间我有的在这边。对。还路快呀。嗯。我要跑去广告。嗯，快。你一不就现在变不错。啊，里面有啊，几个桶汤呢？哎，又桶了。这个，嗯，这个是汤呢。对呀，又找到哎。弄会晒啊！你头前那个，你再来问我先。再来，左边右转。左边。这几个东西来吗？没去啊。哇，当年高不懂事啊！不能讲。不能讲。不是啊，不是从站往再走吗？